对，稀释一下。那天未免太小气了吧？哎，哎，花盆弄倒了，应该是。牛奶，你干了什么好事啊？怎么啦 ？What happened？ 是妈妈，快来！怎么啦？妈妈不在，你受惊啊？没事。干嘛呢，老婆？她好像是受到惊吓过。快来！她长大了，因为……不是，她受到惊吓过。你看。他之前都让我靠近他，现在他都不让我靠近。因为现在长大了嘛，很难不熟。不是，你不懂动物的心情。看他越吃越瘦吧。牛奶，你干嘛怕妈妈？过来，陪妈妈看书。你也没有喝牛奶啊？我念给你听吧，你没看过。念新闻吗？不是啊，哈利波特啊。牛奶。现在你这猫喂，小飞啊，你们在干嘛？站着。你是说站着不动吗？站原地，接你电话。什么 schedule？ 那我姐嘞？厕所呢？你可别叫她出来，你跟她说我快到了，我要跟她讲电话。她刚进去，我想得两小时起吧，应该。你说进去要两小时？里边比较自由 free 一点，一般都待两三个小时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你现在是呈现没事做的状态哦？啊，这也太随性了吧！因为我当主持人当久了，我还真没遇过这种状况。没关系啊，等你。哦，就是会照顾我还是什么的吧？对。OK， 好，快到了，拜。站着？什么？老公，嗯，你叫我什么事？你妹找你，咱们商量商量，计划一下。一会儿咱们干嘛去？一会儿先等那个我们的嘉宾来，然后访客来之后看他想干嘛，我们就陪他。商量个事，咱们要不要晚上在那儿BBQ？不是，我也想要煮东西给嘉宾吃哎。可以啊，然后去小红屋看一下，红屋上次说要看都没看。那个卡拉 OK 在哪儿啊？就是在红屋里啊。走，这鞋再开几个洞就彻底是我最恨的鞋。不是最恨，网上不是老流传一句话吗？最后你活成了你最不喜欢的模样。你说这个鞋有那么严重吗？最后我穿上了我最不喜欢的鞋。不，幸亏它没开洞。你不开洞，你看这麂皮的就挺新潮的，还啊，是。哎呀，我忘记戴墨镜，我眼睛会瞎的。来，戴我这个。你那又不是墨镜。但是能
阻隔一点紫外线。要戴吗？这你说需要戴墨镜的时候，你给我眼镜。看得太清楚就哇！对，那我们走快一点吧。这会儿恭喜啊！万一访客来了怎么办？等会儿呗。你在这儿等会儿是吧？啊，但是那么好景色，可以看会花什么的。这儿挺好的啊，还行啊，还挺专业的。不会，完全不会使用。没开，那先开的功放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还挺专业的这个。咱唱你的歌吧，新歌老贝。先试试。是不是应该能调效果？我觉得。Hello， 老公。看不见，喂。我先唱什么？天气那么大，啊，人水那么多，偏偏让我遇见你。你是那么真，啊，你是那么好，我曾怀疑我在做梦。不再一个人。我觉得电影演得很好哎。小龙，你不能去，只要有你，没有你，老婆你就不是老婆你了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爱你爱到无路可退，这一辈子都不后悔。你一在我耳边唱，我就走音。哦，完了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爱你爱到好心好，希望你也真心相对。我要为你干杯，我要为你喝醉，因为你是我的宝贝。